古历过年前，溪底乡的国平镇南花已经陆续盛开。溪底乡公社特别结合关府花卉嘉年华系列活动，在一挂摊的文物标举办南花展售活动。富贵阁喜气的美丽南花，请一众民众前来欣赏甲赏花。文物庙的广场者举办着咱虎头兰的展售吼，啊，真希望讲咱所有喜爱咱虎头兰的乡亲、各人的乡亲，会使来遮看到阮高品质的兰花。啊，如果那搁较有兴趣，会使来去阮溪底乡东光村吼，遐有真集中的这个兰花园，啊，有搁较侪品种，欢迎大家伫咱农历过年前，就是这个正月开始甲二月这个中间来溪底乡采购着阮的兰花，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县民吼，能好好来欣赏，甚至于买回家来布置我们的美化我们的家庭吼，相信可以为我们每一个家庭带来温馨的感觉吼，这是非常值得推广的。其中除了大盆的虎头兰顶盆栽，美丽大班上有人气以外，为了迎合市场无同的选择，花农这几年来也就是推出小型的新品种兰花，除了价钱相对较俗，也真适合放伫办公室内。我们鱼子乡也现在有那个捧心兰跟这个满天星改良的，像那个价钱啊，就跟那个虎头兰大盆的比起来的话，它就相对的价钱会比较低，而且它的占的空间的位置比较不会那么大，适合就是小家庭或者是你办公室之类的可以使用。而且它的花在市面上这算是新的，还很少，市面上基本上都还看不怎么到。所以的话，这两个花是比较除了虎头兰以外，在鱼池乡有另外的可以选择的。溪底乡公所也强调，溪底兰花占全国八成以上的产量，产地购买价钱上公道。也欢迎有兴趣了解的民众，会当前来参加17、18号两天所举办的南乡探访行程。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。